彰化鹿港的乡间小路有一栋老房子，大门口永远排满了拿号码牌等着买牛舌饼的客人。鹿港做牛舌饼的店家很多，为什么顾客非要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排队抢买呢？因为这家饼店除了50年的制饼手艺，还有一家人分工努力把关每一个细节，所以即使是外观平凡的一块饼，滋味还是让顾客难忘。四十号大概等个半个钟头要吧，至少要半个钟头。无啊，看时间呐。啊，看时间要啥物？敢会较紧哦？叫号声响，像是中奖。只见顾客赶紧上前对号，拿到饼的喜悦藏在急走的步伐里。这不在热闹街头，而是隐身在乡间田野的牛舌饼店。他的工作室就是个住家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没想到说现在平日还是这么多人在排。来客数远远比不上开纱门交货速度，但清晨的宁静并没有因为人潮造访给打扰。反观隔着纱窗内的苏家人，像是打仗似的擀面、包馅、煎饼，忙得没空抬头。终于凉到透彻的饼才能进到包装袋，妥当交到殷景期盼的顾客手上。到嘴巴里面还能猪软，然后 Q 弹那种感觉，好像有特殊的秘方在里面，可你吃不出它的诀窍在哪里。吃起来就好吃啊，口感啊还有味道都很好。一般诶买时阵，伊外口边啊迄个烟钉啦，放两工伊就会钉起，啊这下较袂啦。被盛赞的牛舌饼已经卖了50年，做饼的手一代传过一代，现在传到第三代年轻人手里。伊外口诶在坑固哦，你食起这种顶口口啊，诶，但是阮兜食起来袂。那这就是跟做法有差。对自家饼，阿维可熟悉了，两只背膀张牙舞爪的刺青，对比白皙面粉显得冲突。他说这是对艺术的致敬。啊，我看起来都和蔼可亲。几岁吃的？几岁哦？28、29啊，对。为了家业，其实狂野的心早已经收敛，爸爸也才肯放手，将做牛舌饼最关键下麦芽的比例交由他操作。其实我在乎，工课上你无想不要紧啊，就怕讲话就歹听，你是用咩？被骂出来的第三代牛舌饼，谨遵手工现做现卖，从揉面、塑形、捏皮到包馅、上铁盘，还是坚守古早技法。这个饼啊，就是温度跟湿度最重要。所以你们是靠温度计吗？没有，我们都自己目测，手感很重要。那你们这个手要保险的哦。没有啦，是没有保险啦。嫁夫随夫，成天在面粉堆里打转，青春少女做到了当妈，黄美珠手巧伶俐，闭着眼都能料事，既帮夫也训子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就固定讲，哪科的私立的，就读暗时啊，日时来上班。啊，哪科的国立的，你尽量去拼。我的户籍到钱就好啊啦，爱户籍去拼，啊，靠着私立的就无法度啊，来上班。四个小孩，三男一女，就在定下的游戏规则里，一天一天理出头绪。大哥苏志伟为了逃离饼铺，卯足劲，硬是勾上国立大学的边，得到豁免的日子，到处游历。他混了7年啦，他居然说，还是。等来这边较实在啦，伊外口无啥物比这个好一点的，所以伊是家己愿意要等来做。也不是混啊，去看看嘛，看看外面的社会啊，对啊，生活啊不一样啊，因为从小就都绑在家里啊，根本没机会出去啊。那个秋水啊，不是靠蛮力啊。你都几点起？
两点半就要起来，对啊，凌晨两点半。四个小孩的工时都一样，对，薪水也都一样。老大领比较多，因为他比较辛苦一点。做饼辛苦，苦在那没能数字化的做工。搅起面团那一刻，面要睡多久才醒？冬暖夏凉全得看他心情，经验值成了说不出口的苏式秘籍。啊，伊个无虾米内底无虾米料啊，嘛是加基本的加几几项尔，米粉、油、水、麦芽、糖，安尼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安尼尔。大家长苏振兴说的一派轻松，然而层层黏黏的酥蜜进了甜，却深藏过不去的坎。那是当年还是位汽水经销商时，大哥在汽修厂工作，姐姐为了贴补家用学做牛舌饼，下了班大家就会投入做饼行列。我们看到我们家是在很好的，没钱但是很幸福美满啊。那些年全家人一起把饼做大，鹿港许多商号都看得到他们家产品，但幸运之神没有继续眷顾。弟弟去做兵退伍回来两三个月，开车车祸过往去，妈妈就胃也开始一直不好啊。啊，到一两年换阮兄弟，阮要分家的时阵，阮妈妈佫家己佫倒烦恼，都安尼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也是蛮遗憾的吼。嗯，伫我有成就的时阵，拢别人拢无享受到。人事全非，心情煎熬，正值壮年的苏振兴只能往前看，挺过悲伤。孤单守着老家偷挖寮，他和太太半夜就起床，勤奋着做出一张又一张饼，终于练出专属于苏振兴的口味。我们不是脆哦，你讲脆是顶顶啊、胖胖啊呢，啊我们是松松软软啊呢，啊不一样。之前有个客人，然后我凌晨在做的时候他就来了，对，我就把他请进来里面，就跟他聊天。那太早来了。我铁门都还没开，在外面等。顾客激情捧场，常常号码牌早上十点就发完，还有人抢饼，骂到假牙都喷飞。随着皱纹越来越多，极度讲究做工温度的饼，苏振兴和黄美珠越来越无法招架。还好倦鸟们归巢，铺子里又能继续闻到酥香味。玩太晚回家，然后就睡过头，被妈妈骂，然后就被赶出去了。我去盖过铁皮屋，然后有去工厂待过。那最后我是去待猪肉摊，现在就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，还是该回来了。大弟负责捏皮，小弟专责抹酥。话不多，倒是心里所想的，就把它绣在背包上。招财，泰国的像一个生命啊。觉得赚钱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很累啊，很累。把两个弟弟训练得手能生巧，苏志伟长兄如父，他理解到有不得不承担的使命。长子的话也有差啦，对啊，那做好榜样给弟妹他们看，哎，对啊。如果我是爱胜的话，因可能嘛歪折。以身作则，领着弟妹通力合作，父执辈的创伤没法缝补，至少未来他可以掌握。虽然在口味和产量上两代间还在拉锯，但油汤面粉里揉进了家人情感，微甜酥软，任谁都无法复制。